开战。我一人一箱够不了。上次我们去送发电机的时候，无老虎也让无人掉下。今天说要修冷气，无老虎也好让老虎较凉。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B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欧系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我们现在是把这些车弄好了。Oh God！ 弄好了，当做我的目前的代步车。还需要代步车吗？啊，还有一段路要走哎。现在拍片要那么很硬哎，要这么硬吗？先听说有40度。走。我们没有开冷气，不是不开冷气，是没有冷气，没有风哎，没有冷气，有啊，有风啊，但有吗？我也接到有风，还是外面吹进来，刚好是外面吹进来，外面比较凉。好，终于这台车要去把它救回来，一盆就回来了。可是它之前一直断皮带啊，今天要去想办法。但你也，你可以确定那是那个原因吗？换钢带好了，换钢。钢带，不戴口罩，现在好像不用戴口罩不是吗？戒烟了，好硬啊！你大概讲一下这车现在是什么情形？冷气不冷啊，发电机皮带容易断掉。我们现在已经很厉害了，我们直接先变一个发电机了。万一不行，发电机直接换掉。如果是比较简单来讲，换个皮带，换个舵轮就好了。那就不用换发电机了。冷气部分就不知道了。所以它开开那个皮带断掉。对啊，断掉的话就电瓶没电就掉价了嘛。所以才常备一个电大爱车这样。我上次就是备了一颗就。差一点就回来了，差一点就回来。所以为什么车子你看，你说电棒没有用，用到了吧，一次就足够了。不然拖车一次2-3千块一颗就有了，然后你给他接电一次300，一次就有3000了。每次我看到路边有人没有关灯，我就在旁边等，啊，等在那边喝饮料，一接电200-300。你最好那么多时间。我现在窗户是打开的，所以风比较大声。哎呦，大家。到这个时候看到他家外就堵拦了耶，只是要去黄记而已，不要塞车。为什么啦？为什么每次上车你都塞车？本来可以开得到，我最怕等一下开不到了，完蛋了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好了，那现在车里面也很吵又热，我们就不录了。究竟他们能否顺利抵达黄记呢？好，我们到了，终于快到了，我们到了，安全。好哇，这边是大声音啦。对，现在可以讲。其实真的万一断了，电池电可以开，白天可以啦，因为白天没有什么灯的号啊什么之类的。你叫好大，阿你讲开啦。我都切啊，我跟你讲，这次这一条比较赞嘞。还在啊？还在啊？还在啊？你我先看下，搞不好变烂，舵轮烂掉啊。你就不舵轮了。你要跟我熬一条？你一定要熬一条的啊！我见无烂啊，我配度嘛好个啊，你敢看？你看到？啊！来啊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，你看，咱嘛先去这里啊，咱搭车嘛定下先来嘞。对啊，好，发电机新的。这是据我所知是整新品，现在应该没有新的。对啊，他说没有，这个舵轮没换。没有这个，啊，不然只换这个了。哎，这胖的嘛，哇，那胖的呢？哇！他直接上热。老板那天是说有主力的，我不知道新的是不是也有。等一下我们转看看就知道了。已经烧断几条了，据说。上次第一次换的，我就吹了一下，说阿伯刚问到了等你，但是最快的一次，因为开太快吧。你家还很近啊，之后又断了一条。对啊，这是第三条。对，已经验2次车了。对，这条最赞。油量差不多，油啊，差不多啊。没有，这个其实有变红啊。你看你这个，它有变色，有没有？变色啊，它成了晚换了，光影变色，对不对？我快找好了变色。啊，这个拖出来，啊，这个红色管的话，啊，这退掉。不是啊，你这摆这内底轴承你知道安怎无？你嘛知啊？我
边搞啊，西边往。每边凹下去就对了。不管有好无好啦，较大粒看下就爽啊。哦。哎。啊，如果皮带还是会断，可以退货。可以啊，皮带还是会断。如果装。那就退给阿哥了。没有没有，那就换铁链。对，我们用钢带的。哦，钢带。发生什么事？好了之后拉紧之后压缩，这个是压缩机嘛？嗯，带动之后就冷气就冷了。所以其实刚这个都没有在转。有可能那松松的啊，他说你松松，喜欢那松松的，会不会？我不确定的，等一下试试看就知道。皮带刚来了三条，然后两条过长，一条过小，这车皮带这种麻烦，可能要量吧。现在量好之后才知道。而且你看它的皮带，你要不要拿一下？它是勾形的、啊，它有勾形，可是他们叫的是这种，这是可以用的。一样的是勾形的、啊，是一样的。对啊，没错、啊。可是它有那个，它没有锯齿。没差啊，它不会磨到最里面啊。就带动我、啊、带动，你看就是靠旁边这样，有没有？嗯嗯嗯。有动没有？发电。不是九吗？它里面不是这种齿轮式的，所以没差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爱玩阿叔机，收音在哪做？收音做得到吗？不可能收得到，收不到。我真的，你这边会有声音？有吗？有啊，有丝丝的声音。我本来，我帮泰山听一下。啊，你刚刚戳在我的那一下。我今天丢了嘴，丢了头哦，我怪头都无声，太屌，太屌了。没有，没有坐过车的。就不是开过变道的叉三叉万，它比较高嘞，快点比较到来，开变道的一定要坐个拖车，我那天差一点就坐了，我死不坐，我就马上硬开回来，怎样？不要看状况啦，如果水的话就不能开了，不能开玩笑的。我那边有 GT 啊，愿望已完成，可以换引擎了。我要每天发电机就死了，就不能动了呀，它不会怎样。高岛沙发按摩椅，智能声控，动口不动手。Several months later， 今天我们要去修冷气了。其实也不是我们要过那么久，因为哦，夏天啊，大家冷气如果有一点不冷，大概都冻没掉了，不也冻没掉了。我们也要排队啊。这一次我们要帮他看一下插头有没有插。没有，一样啊。每次都是检查都是可以看表。现在没有冷媒，漏光了。他现在补一点冷媒进去，要看压缩机会不会动。他说压缩机不动，你有单啊？放到他动为止。这种车有个坏处，车都骑我，然后风扇还在转。你有看到吗？他在转，他转到那温度够了，他才停。他之前有一次我遇过坏掉，你知道吗？不会停的，一直转，转到车子没电了，所以他会吃电了啊。他时间到了，够了，他就跳掉了。
讯号给他说哦够了停了，然后快停了，对吧？有没有？我说够了，然后停了，这样就停下来了。啊，万一坏掉了就很惨了，就一直当转到没电了，没有转啊。第二梯，第二梯啊，哇，螺丝那个大螺丝那边啊，对吧？对啊，对啊，那个。插头没插而已啦。好了。初步诊断结果要住院，刚刚是不是查来查去，应该他说又缩肛了啊？要不是缩肛，他说他整个离合器那一个都卡住了。他说也要拆下来看呐、啊，最坏打算就换一颗了啊。如果拆下来可以用，应该搞不好可以用，可是机油我觉得不大了。我先留车，他们旧材料来的时候我们再来拍掉了。你要乖乖哦，哈，秀秀秀秀乖乖。24 hours later。我了解了。刚开关的时候信号有，不要简单来讲，从里面到这里有，这里到这里消失了。啊，因为他说如果要查这一段可能比较麻烦，要拆。啊？哪里到哪里？继电器这边到开关到继电器都有，可是这一个到压缩机这一段不见了，所以他直接等一下会做一条比较简单的，做一个继电器一样会跳电的，不用拆到里面会比较简单。啊，因为拆的老车他也很怕拆啊，拆一拆等一下装不回去或者是坏掉很麻烦。对，直接做一个。对，现在要施工了，换个位置，准备被上手术台啊。那个螺丝有没有？外面这个螺丝转的，这个就是离合器那一个。我怀念了，它可以一号，它可以编号机哇。Number one。看号码就知道谁赢最多，照顺序的。我刚刚那个是二号。那颗是真空。对啊。真空管。所以以前的车都是靠这个。有啊，我不晓得嘞，我现在知道了，靠真空啊下去转换的啊。现在的车都是马达嘛，只是你去一二三，它是转几圈到哪个位置这样啊。后来就改用手动嘛，手动最多嘛，比较不会坏掉啊。而且它是进口车的关系，所以当走那个真空下去，用真空去推这样，耍 QQ 的。因为一定要先测试都会动了，才可以整齐。不然整好了不能动，再拆一次。刚摸有点冰的，可是还不知道。啊、你在那边住多久了？四年才11号而已。但是工头前弄细都不照。好的好的，线弄好了。里面有四条锁嘛，一条正极，一条负极，好，一条从讯号给离类跳开离类就会跑来这边压缩机做动就对用了、就像那样。好、啊、这个就是离类、啊、对啊，离类细卡离类四角的，从这边接电，对，一正一负，一个讯号啊，一个输出转这边出来，没有讯号从这里从 这一个给他啊，他就对他就会传一个另外一个讯号，就是让他就对做动，对他就会开，就这样。开始有点冷哦，刚来是热的，现在开始有冰的，会想拿起来喝了，好大了。哦，刚是热的啊，来是热的，现在冰的，对。那不够冰吗？不用啦，很冰的嘞。等下啊，越来越低啊，它会越来越低。刚是摸的是温温的、冰冰的，现在会有点冰冰刺刺的。等下帮我粘掉，好不好？因为气泡没起来。第一次关窗户，开始热。哇，有冷气的感觉真好。真
那以为很大条，只有3000块搞定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不到3000块还要找啊，真的便宜啊。回来了，本来冷气不冷嘛，对不对？本来讲说最坏的打算就是压缩机都换掉嘛，后来意想不到，线路查修，关个冷媒，哎，好了，就最后花了3000块就有找了，还蛮不错的吧？其实我本来已经打算大概花随便花了2-3万，应该很轻松了，结果哎，没想到只有电路查修。换个冷媒啊，冷媒是没办法，老板有交代，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它是旧式的，所以它难免还是会稍微有点漏啊。再来就是说，如果它撑几个月就没了，那可能就是要检查。如果是一年左右，应该都是还好正常的。一再加的起来，包冷媒包冷媒，完全的加呢。现在很冷啊，弄了什么哦？来，我打开给你们看啊。换了发电机皮带，发电机换新的，整颗的啊。皮带，哎，皮带赚到。刚刚冷气老板他帮我们再调一下。果然是老人会修理老车，就是经验比较多的人才知道。哦，那调好了就不会叫了啊。电池，电池不知道换了几颗了。最赞的是，这车是有这个，我试一下，有没有？会长高，会降低。有没有？看不到轮胎皮的，来长高。好了，再剩下可能就试完车看哪里再用好了。这车应该没那么快就好了啦。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，再来就可能就是试一下长途，看它 O 不 OK。我觉得是应该没什么问题，老车都很简单啦，风扇什么都正常，水系统都有的话，那应该可以开很久。哎，对，还有一个这个啦，哎，控制那个风向竟然是靠这个真空在调的，真的学到经验了，不是马达，不是手动的，就用这个。这是真空。真空的，对啊，真空管的。没人知道哈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。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我可以再一步第一步告。Ferroda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德林信赖，欧系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这个是打空气的嘛，这是汤啊，对，啊这汤啊就会传在这里，这里就分轮子，四个轮子，避震器。我是讲爱几啊万呢？3000块，哇，这个太动性哎耶！有没有？感觉很爽啊，3000块就有了。